今天我们来吃这个新开的炸鸡 KLG Fried Chicken 啊， from KL 的这个，看看它有什么。So, 老板，你的品牌是做了多久嘞？KLG 这个品牌原本是台湾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改到变马来西亚去。变你的名字去，好像是你本人的名字也是 KLG 啊？不是吧 ？KLG 其实在 Facebook 那边是啊，是放 Kenny Logan 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弟弟的名字。哦，你弟弟的名字哇，你很搞金门啊。弟弟名字。所以这个生意是你跟你弟弟，还是你的弟弟，还是你的嘞？算是我家里的。哦，个。So, start from KL。之前是 start from KL。所以现在打回来槟城，对，所以这里是槟城的第一个档，第二个在哪里？水泥檬，在水泥檬我来也咖啡店。OK， 所以大哥，你介绍我们吃什么呢？ Okay, 推荐。我这边的话，其实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，这个吃法不错。好，这个把它 try。好，这个迷你光波呢，就是说，好像看有杰克他们的 order， 他们就是说一个桶，然后什么都有。rice nuggets 跟没有骨的鸡肉。然后或者你可以 try 我的炸鸡，然其实我这边蛮多人叫我们的 sausage 我们 sausage， 所以我们 sausage 其实是有 cheese 有 black pepper 有放点 spicy 咯，放点层次的，好都 OK。然后我这边呢，其实基本上都 OK 了，食物方面。所以炸鸡是一个口味的啦，一个口味吗？什么嘛？来一个新亚炒饭，孟大的炒饭，吃的吗？吃的。好，坐那边。对，谢谢。我要问了。炸鸡哇，看起来很脆哦。大大，我不客气，我先吃啊。完了，我吃这块，很多人喜欢看吃鸡胸肉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这个皮这么大块，夹夹生的。大家不要客气，你也吃。今天跟我们一起出来的是我的大大 Len Hock San 大哥，他是以前我的网友，也是我的顾客，现在是我的朋友。他教我很多东西的，摄影，摄影是他的强项，啊。一个月我会做一次的。gathering 啊 ，gathering 啊。自己吃啊。买一点海鲜。热闹一下。我德国酒，他们喝酒专家是这样的，是 beer 还是 beer 啊？哦 ，beer 啊。要进口真正进口的，还没有经过时间呢。这个是 smoked duck 啊 ，fried rice。它里面有那个。也不一定，好像没有人在新鲜。有个味道，那一有跟芭比呢，其实几两不客气啊，大大，我先吃啊。吃。你客气，我就那个了哦，你一定要吃。因为买人，这生意比较容易做。对。阿姐，好给米多啊，就多啊，罗迪巴比边。阿姐，叫阿米谁拿嘞？叫这里罗迪巴比边。
遮的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